姑姑，我帮你装个叫软体要不要？叫软体？叫你咖喱。阿星。爱情来得如此突然完美。有人讲你现在在谈恋爱哦。我一定会去巴黎。你搞阿东啊？小姐啊，你是咋办呢？网络上就是阿多啊，专门骗取一款招啦。你想要谈恋爱，真好啊，但是较正常。恋爱都是爱，我爱都是无正常的吗？只要有开始，永远都不嫌晚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我还想不想结婚。谁了？